Hello， 李贵妃，今天在做什么呀？哎，这件是什么呢？今天非常的高兴，有机会体验一个婚纱公司的和服体验。这个婚纱公司呢，它里面有非常多精致跟华丽的和服。那这个一般是他们日本新娘穿的，所以那个绣工啊都非常的讲究。我们来看一下。贵妃身上这件色打褂，这件其实是改良版的色打褂。那一般色打褂大概就是大红、大金、大紫，可是这一件色打褂呢比较特别，它是有点乌干纱，然后有一些粉色的花样的那个金线去描的这个图案。那这个色打褂呢，一般来说也是他们新娘会穿着拍照的。那这个精致度大概跟一般的那个和服就是完全的不同等级。我看到这个实在是觉得啊，太美丽了，所以就是直接选这件来体验看看。那它很特别，还有一些小物，这里面有刀，好像就是以前武士家族女生也会带一把刀防身。然后这边有那个扇子，然后有一个他们说是小化妆包啦，那整个搭配起来就非常的可爱。那为什么你的头上会有樱桃呢？这是他们的那个特殊的花饰，我觉得他们的花饰也非常的讲究。下面还有葡萄，对，也非常的讲究，所以整个那个色调搭起来啊，拍照就非常好。好，那我们往第三个自拍景点出发咯，拜拜。